搜寻服务太强，被盯上了。欧盟指控 Google 涉及市场垄断，周二祭出24.2亿欧元，大约是832.5亿台币的创纪录罚款，简直吓死宝宝了。The European Union has accused Google of promoting its shopping service and internet searches at the expense of rival services. 欧盟认为 Google 搜寻功能偏袒自家的网购服务，把对手的搜寻结果放在后面，完全没把公平显示当一回事。欧洲的政客们也呼吁欧盟要制裁 Google。美国评论家声援 Google， 认为监管机构都在针对经营成功的美国企业。Google 强调，他们在网络购物的创新对消费者、零售商都有好处，将继续与欧盟合作。外界认为，这样一来，欧盟跟美国的关系只怕会更加紧张。财经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